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三期的新版 FabFilter 的使用教程。这一期呢，我们讲另外一个滤波器，它是一个多段滤波器，名字叫做 Vacuum。Vacuum 呢是个多段，它最多呢支持四段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点开，也可以把它点灭，或者你直接点这个叉号啊，把它给删除。当你点开完以后呢，这边有一个路由。路由信号的设置，这个是一个串联，当声音进来的时候，先进入一号的这个滤波器，再进入二号，再进入三号，它按照这个顺序来。当然，你可以切换其他的一些路由形式，并联，先串后并，先并后串，当你打开四个的时候，那它你的选择就可以达到多达八种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旋钮这个是滤波器的频率范围的一个选择，这边是声向的一个选择，这边是共振峰的一个高低的一个调节，这个是滤波的形式。现在第四号是 low pass，我们可以改为 high pass，也可以改为 band pass。这边这个数字是斜率的调整，数字越大，它的倾斜角度就越大。比如说现在是十二，我们选择48，大家注意观看这个第四号，它就变得更窄一些了。这边是滤波形态的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没有特殊要求的话，你就选择 FabFilter One 这个选项，这是 FabFilter 自带的一套算法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其他的要求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其他的。哪一种才是你喜欢的特别讲一下这个 raw 相对来说它就比较猛烈一些失真度会强一些。smooth 呢相对柔和一些，hard 也是一样。最下面这一条呢，第一个是 midi learn 的作用，大家也应该明白，它是可以通过外置的 midi 设备来控制我们的旋钮这样子你就不需要用鼠标去点。当你在做一些自动化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一些。这边是 Auto Mute Self OSC，当你点亮它的时候，它自身的这种震荡就会静音。当你有信号进入到这个效果器的时候，振荡器会工作。当你的进入信号消失以后，它的振荡器就立刻停止。这边是我们的监听形式，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都是监听经过这个效果器处理以后的声音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听一听Input 和 Side Chain 的信号的这些声音，这三项，一个是输入信号的一个音量调节和声向调节，这边是输出信号的声向调节和音量调节，最后一个 mix 是干湿比的一个调整。讲到这里，其实对一般的这个使用滤波器的朋友来说，已经完成了 FabFilter Vacuum Two 这个效果器。它最强大之处，它是有它的一个调制功能。它的调制功能是非常的强大，也非常的复杂。这期视频呢，我就简单的举个例子，告诉大家这个调制大概怎么去用。我们点开 AND source 给了我们几种这种调制的这个选项。我们常用的是低频震荡，还有一些包络的控制。我们就拿低频震荡来说，点开以后，这边就出现一个低频振荡器的一个控制选项。这边是控制频率，这边是控制声响。Slide 呢，你越小，它的倾斜角度就越大。Slide 越大呢，倾斜角度就越小，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，就是振荡波形的这个角度。这边 Free 是振荡的一个频率，你可以是16拍，还是按半拍振动一次，还是按一拍振动一次，还是按1/64拍振动一次，这边可以根据你的要求。数字越小它的频率就越快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增加它的低频振荡点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这个低频振荡的一个形式。这边是低频振荡的一个波形的一个形态，这边是它的一个音量，这边也是一个 glide 和这边 glide 的效果是差不多的。当我们把低频振荡调节好以后呢，可以让这个低频振荡器和我们上面的滤波器形成一个关联作用。如何关联呢？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像靶子一样的一个旋钮，我们可以点住这些高亮的地方，都是可以去连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连接 pick，
这个时候当我们去调整 peak 的这个数值的时候，这边的地平震荡会受到我们 peak 的这个值的影响而发生一些改变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回归到正常状态，然后我简单的调节一下，给大家试听一下这个滤波器的一个效果。希望通过这个视频的简单的讲解，让你对 FabFilter 里面的 Vacuum 这个多段滤波器有所了解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